黄连人拍死亡预告，个小便深色同埋眼黄之外咧，皮肤都黄得好犀利，系好似用黄色嘅油漆咧搽落块面度咁。24岁嘅佢得翻两个礼拜命咋？咁佢而家嘅肝功能咧，其实差到一个地步咧，唯一可以帮到佢就系肝脏移植。绝望之际，佢拍咗呢段片，系冇一啲色彩。你甚至你是觉得如果前面就是一个生涯的话呢，那你可能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好像他这样的四分一都是等死。黄先生啦，叫你吓，点解而家啱啱做完手术隔咗几耐？其实唔好咁样，但佢就好好彩啦，上个月十号得到丝肝移植，可以拍埋陈奕蕉嘅续集。捐俾我，即系捐肝俾我嗰个家善心家庭咧，真系觉得系非常之好咯。讲到捐肝，又点少得佢啊？我哋要特别系多谢 Simon， 多谢。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活人捐肝嘅行動啦 ，operation 啦嚇，咁都存在一啲風險嘅。咁保存嗰個傳銷概念有改變嘅時候，咁其實喺今次 operation 咧，亦都唔需要由我去一個活人去捐肝臟比較同步。係咯，大家快啲click入去呢度登記捐贈器官啦！仲有飛入俾你哋嘅，多謝。